墓室庄园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、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封建地主庄园。它始建于清雍正元年，共占地20000平方米，含有厅堂、楼厢480多间。总体布局井然，建筑构件精巧，规模恢宏古朴典雅。庄园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极高的艺术价值。吹起扶手天，又是一个好春天，同声齐唱欢乐满人间，欢喜欢喜过好年，财神气旺迎新年，红红灯笼高高挂满天，树上的鸟儿迎春到心间，开心的女生最耀眼，美丽的舞姿洒满人间，犹如蝶儿花姿靓丽到极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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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又是一声齐唱欢乐满人间，欢喜欢喜过好年，财神气旺迎新年，红红灯笼高高挂满天，树上的鸟儿迎春到人间，路上的人儿笑容满脸，一声一声恭喜挂在嘴边，红红衣裳紧紧贴心间，